来。啊，徐副市长，李政委找我要大学生，我可以给，但咱说好了，得有借有还。我这里的人才，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我和宋司令员商量过了，我们把派下去当县长的几位同志先借给你们。常言道，一将难求啊。可现在政治干部、文化人更难求啊。嗯，我看啊，就这样定了吧。回头我再给你们派一些过硬的军事干部，他们军事常识懂得多，教射击、教刺杀，样样都行。徐副市长说的是耿富贵吧？陈司令说他打仗勇敢，军事素质高，懂得又多，恐怕是爱不释手啊。是啊，但是要以大局为重嘛。青年纵队更需要人才，你们啊要积极支持才对。徐副市长，不做地方工作，不知道它的难处啊。成立县大队，自卫军，就更需要这样的人去带兵啊。嗯。小平啊，嗯。中央来电，让你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是不是嘉祥同志从苏联带回了共产国际新的指示精神？好像是吧。你看，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按说各地代表去延安路也好走，也比较安全，完全有条件召开七大，现在却要先开一个六中全会，一定是党内还有许多思想与问题啊，需要先进行清理统一啊。我认为首先是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要确定下来，要统帅全党。长江局某些人的主张是有问题的，他们总是在强调一切都要经过统一战线，我很不以为然。这不是就等于把共产党完全交给国民党了吗？这能行吗？一切要经过统一战线，这种提法很不切合实际。这次我到济南平原去走了走，看了看，哪个不是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只要我们建立一个政权，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打压一个。如果我们什么都要经过他们，那我们在济南地区什么都干不成，更不要说团结抗战。小平啊，我刘伯承也打了半辈子仗了，胜仗打过，败仗也打过，打到今天呢，在太行山才找到了我刘伯承的打法，那就是机动灵活，因地制宜，百变无定。这是中国哲学思想在兵法上的体现。过去我们打仗是按教条打仗，打一仗败一仗，打仗啊，光靠勇，光靠拼，那不是办法，要靠头脑啊。自从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我觉得他的想法和思路是正确的，对头的。你看啊，以弱克强，以柔克刚，以我为主。小平啊，嗯，你这次去延安一定要告诉毛主席，就说我刘伯承在太行山一定会按照他的思路去做，这也是我最真实的想法。除这以外，我还要向主席汇报我们在这里建立政权的经验和体会。养军队就是一个大问题，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瑞金苏区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红军部队，这完全是因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有了政权就可以为民做事，人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就能有财政收入了，就有了生存之本了嘛。至少饭有地方吃了吗？对头。贤弟啊，虽说你比我小了一轮，在许多方面你比我强太多了。难怪毛主席要派你来啊，刘邓刘邓，怕我们是分不开喽。我举双手支持你向主席汇报这里的政权建设经验，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我们红军呢，
被教条主义，尤其是那个杨教条，还惨喽，差一点全军覆没啊。是啊。师长，孟大姐说了，这么晚了，邓政委肯定饿了，他做了点小米糊糊和四川的辣椒酱让我送过来。嗯，好，你去吧。好。哎呀，好。师长啊，我这可真是如同回到家一样。嗯，兄嫂厚爱，温暖在心的。哎，你连个家也没有，到我这里还凑合，我们两个到你那里啊，只能喝风喽。这辣椒酱可真地道啊。嗯，还像你们四川人做的吧。哎，好吃，出师了，出师了。我也来口辣椒。那你们慢慢吃啊。嗯，好。全国的形势在不断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以啊，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有主席和中央广大同志的一致看法，我们就可以放手了。济南建立政权，加强党组织建设，是我们开辟根据地、巩固根据地的唯一办法。明天，六届六中全会就会开幕。会上将讨论这些问题，你的这些想法可以到会上去谈吗？好的。现在抗日战争将进入新的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将以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够应付战争的新局面。我认为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是绝对做不到的。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这个口号是束缚自己手脚，是完全不应该的嘛。我们的方针是在抗战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迅速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政治报告和结论报告，邓小平在会上发言，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结合实际做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阐述了敌后根据地的建党、建政、武装斗争等问题。啊，小平在六中全会的发言很好，很有代表性。呵呵，他呀，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哎，应该平反，不作数了。你到129师之后啊，协助刘伯承打仗很得力，开辟根据地，巩固根据地，济南做了实验，总结了经验，我看非常成功。129师走在了前头啊。小平在下面比我们了解的情况更实际，回去以后认真传达六中全会的精神。是，我一定把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带回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克服困难，力争反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呐。主席说的对，请主席放心，我记住了。嗯。哎，啊，拿着，主席。哎，烟酒不分家嘛。
老总啊，啊，咱们送送小平啊。好，走。小平啊，回到幺二九师之后，要认真贯彻六中全会的精神。下一步啊，就是要坚持团结，坚持持久战，嗯，这样才能够胜利。要记住我们的抗战总方针呢，啊，嗯，记住主席说的话，回去要认真传达六中全会的精神，并且要好好的贯彻。我们现在呢，打的是持久战，只有坚持到最后，才能够取得胜利。是。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结论中提到，对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的错误决定应予平反，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走了。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关向英、邓小平、彭真、程子华、郭洪涛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北方局常委，杨尚昆兼北方局书记。政委啊，回到太行山，你最迫切的事是什么？你说呢？我是三八六旅的军事主官，当然最紧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发展队伍打击日军。这当然没错了，但是我最迫切的事就是传达六中全会的精神。嗨，这个呀，那还用说，我是说咱们师你急着抓什么具体的。咱们师啊，我最要紧考虑的问题就是这个政权怎么建立才能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符合民众的意愿，也要符合我们这里的实际，当然也要符合我们党的方针。这个我还真没有认真想过，这段时间与刘师长更多的是讨论怎么转换游击战的战略思想，部队打仗跑路的时间太多，所以没有停下来好好想这个问题。就是嘛，要调查要总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这个政权建立好了，创造一个毛主席领导苏区那个时候的局面，就可以支持全面持久抗战了。哎，这次去延安，你弄到毛主席的实践论的单行本了没有？啊，毛主席送了我一本。啊，哎，邓政委，你可别打我的主意啊。你个吝啬鬼，我打你什么主意啊？我也有，要好好读读。这篇文章讲的是世界观，讲实践第一，那就是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我回头好好读读。邓政委啊，啊，这次我与你同行真的是对我很有启发。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我看不是，而是两人行你是我师。陈哥，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你吗？都喜欢？嗯，是吗？对呀，你有朝气，充满活力，乐天派一个，天塌下来当被盖。不像我年纪轻轻就老气横秋啊。邓政委，你不要贬低自己了，我还想像你那样稳重至诚，能担大任。哎，这叫人缺什么就想什么。我看就没有你陈哥说不出来的话。好啊，好，精神我们都知道了，令人兴奋呢。小平同志，你说如果我们早一点能够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将会少受多少损失，少走多少弯路啊。嗯，这个教训一定要让我们和我们的后来者将其牢牢地记住。你有什么想法？好好消化消化，立即传达，先向团一上干部传达，还要向连一上干部讲，一定要讲透。现在我们急需要的思想武器就是毛主席的论新阶段这篇政治报告，非常重要啊。我陆中林是国民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在河北唯一合法的政府就是河北省政府，所以
你们各党派要成立的下级各政府要经过省政府的批准。陆主席，你刚到河北的时候与刘伯承师长议定，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手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管理，怎么现在毁其前约提出撤销呢？我强烈要求陆主席，请您收回成命。国民的省政府朝令夕改，我希望你们以大局为重，统一听从省政府的指挥。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历经千辛万苦，在济南人民饱受重大苦难的情况下，与各种势力相争相斗，救民于水火之中，成立政府，整顿社会治安，才有了全民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的局面。陆主席讲大局，难道现在还有比抗日更重要的大局吗？你们要成立的行政公署必须要经过省政府的批准，不得自行设立。我想请问在座各位，抗日无罪吧？整顿社会混乱局面无罪吧？济南行政公署是人民的行政公署，这与党派无关。我是济南人民选出来的行政公署主任。陆主席，您总不会违背济南人民的意愿随意撤掉这个行署吧？好了，求会，等待省政府的决议。总部来电说，日军从石家庄、邢台、邯郸、德州等地集结部队，向济南中心地带合击，想一举消灭我们在济南的武装力量。日军把我们建立的根据地啊，比作是他们的盲肠炎，现在停止正面战场进攻，回师华北，而蒋介石看到我们在根据地建成燎原之势，他也想夺取政权啊。现在整个河北，特别是济南，将是风云汇集之地。这次反扫荡，如果国共合作的好，大家联合起来反扫荡，日寇再强大也不可怕。徐副师长从济南来电说，陆中林有压缩我军建立根据地的意图，如果陆中林一意孤行，对咱们反扫荡极为不利。形势很严峻呐，我们在济南的政权难免要受到损失，要电告徐向前、杨秀峰，保护我们的干部向安全的地带转移。是。哎，等等，一部分同志可以转移到太行山来，尽量的减少损失。是。李忠，向右看，向前看。报告，队伍情况完毕。好的，同志们，我们今天要打击小鬼子。段司令，师部下达指令，马上转移。转移？对。李政委，我们不能离开南宫城啊，我们要跟小鬼子一拼到底啊。对，拼一拼。他小鬼子不是有汽车大炮吗？我们青年抗日纵队就是要跟他们斗一斗。这是命令。命令？什么命令？命令我们不抗击日寇，躲着他们跑。我们是青年抗日纵队，不是青年逃跑纵队，李政委。所以请你转告一下徐副师长，就说我段方生实难从命，有责任我一个人承担。段司令，你一个人承担得了整个纵队存亡的责任吗？徐副师长，徐副师长。段方生同志，我让你撤离南宫城，不是让你撤离济南，而且我们所有的部队都不会离开。我们是在利用一切条件打击敌人，与敌人周旋，寻找一切机会消灭敌人。段方生同志，没有人让你不打鬼子去逃跑躲避。这不错。
还请徐副师长明示。我知道你这牛脾气啊，不听训导。我已经命令青年纵队分成若干个小组，在南宫城、平乡、威县一带打游击，一定要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与敌人周旋。遇到敌人的大部队啊，不要硬拼，要灵活机动，转入乡村反扫荡。嗯，明白了，我一定执行徐副师长的命令。嗯，孙参谋，到，带着队伍回营地。是，全体都有回营地。向后转，起步走。段方正同志，你打仗积极勇敢，是员猛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自己是决定全纵队胜负的指挥官。一定要记住，全纵队的生死存亡。嗯，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和勇猛，丢掉全局。是，我一定记住徐副师长的教导。嗯。徐副师长说的有道理。是，段司令。嗯，鬼子已进入平乡，他们请示，是不是要与鬼子周旋？已进入平乡了。嗯，鬼子要开始扫荡了，我们得马上制定一个行动方案。三个团，要分成几个支队，在鬼子必经的路上，执行破路任务，阻断他们的汽车和大炮通行。注意，一定要跟地方政府配合，发动广大群众一起去破路。说得好。哎，告诉平乡的三营啊，让他们要利用青纱帐，咱们有青纱帐做掩护，敌人占不了多少便宜啊。化整为零，抓住机会打击敌人。是。快，都跟上，快点快点，大家跟上。站住！站住！站住！同志们，听命令，跟我冲！
王大姐，怎么样？都没事儿，就是罗毅受了点轻伤。哎，我来背你吧。罗毅，你发没发现最近段司令的变化挺大的？我发现了。我听说他以前就是个有知识的人，不像其他土匪和民团那样净欺负老百姓，而且他还特别有民族气节，最恨小鬼子。那倒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有英雄气概的人。他说过绝不欺压穷苦百姓，他还立下誓言不打跑日本鬼子，不娶媳妇儿。啊，他现在还没结婚呢，你不知道吗？没看出来，我对他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他的队伍改变时间不长，可是他思想转变很快。我倒是觉得他这个人很有责任感，谁要是嫁给他肯定会很幸福。那你要是嫁人会不会嫁给段司令？我呀，我嘛，我不会像旧社会的女性那样，我要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由恋爱。他要是喜欢我，他肯定会来找我。他要是不喜欢我，谁做红娘都没用。我要是喜欢他呀，我也会跟他说。说来说去，你也没回答我问你的问题呀。自由恋爱也该有个标准吧。来，把牌子给我摘了。是。你们干什么？不能进去。干什么？不住手！不许进！出去！这是国民政府济南行署所在地。这怎么就成国民党了？这明明就是我们八路军的济南行政主任公署，你们要干嘛？小兄弟，不要激动，这是陆主席的命令。他们强行占领了南宫城，以不知我们行署的去向为由，任命了各县的县长，还任命了行署专员。我看，我们马上派人去跟他们交涉。我看跟他们讲理没有用，立即派部队围攻南宫城，让他们来找我们。我们应该立即向徐副师长汇报，请示以后再采取行动。不不不，徐副师长已经高烧几天也不见好，我看不要打扰他了。这样，咱们先商讨一个方案，然后立刻请示师部，你们看怎么样？好，好，我来记录。徐副师长，徐副师长，好点了吗？啊，好多了。徐副师长，这里条件太艰苦，你还是回屋去休息吧。在哪儿都一样，我来这儿啊，透透气也好啊。徐副师长，来倒点水。我们还是送你回太行山吧，你的身体太虚弱了。大家伙啊，都坐吧。大家伙啊，徐副师长，喝水。别再为我担心了。陆中林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我在这里啊提几点意见供你们参考。一，我们立即派一个营的兵力以保护陆主席的安全为由进驻南宫城，如果他们挑衅，就以陆主席的安全为由坚决地进行反击。二，我们要
充分发动群众，啊，造成坚决反对解散民主团体，坚决反对取消行政公署的声势。三，各县要开庆祝会，要大张旗鼓的宣传八路军反扫荡的胜利。这第四啊，各专员、各县长要坚决的拒绝交权，各军政团体、组织、请愿团要向国民政府请愿，造成宣传的攻势啊。实际上，这就是确保我们行署重返南宫城。啊，对，徐副师长的四点指示非常重要，我们要马上组织实施。部队进驻南宫城的事就交给我去安排，我还要把部队的一部分布置在南宫城周围，跟陆中林造成压力。一旦情况有变，我们马上开进南宫城。杨参谋，杨参谋，到。徐副师长，你去问一下宋任穷、刘师长他们什么时候到。已经问过三遍了，他们大约明日凌晨的时候到。你去告诉陈再道，要他多派些兵，一定要保证师长的安全。再告诉杨主任，让他安排好师长的住宿。师长一到就能马上休息啊。我早就安排好了。我这不争气的身体啊，偏偏在这个时候病了。刘师长邓政委来也不能亲自迎接一下。明天啊，一定要机长喊醒我，我要向他们汇报工作。撤撤撤。向前啊，向前向前。向前通知师长政委啊，副师长在屋里。哦，好。向前通知。哎，向前。哎，别起来别起来。刘师长啊，邓政委啊，盖好盖好。我，你的手好烫啊，病了十多天，现在好些了吗？没关系，吃了药快好了。哦，邓政委啊，六届六中全会开得怎么样了？啊，非常成功，确立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也巩固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啊，太好了，早就该这样了。什么时候传达？别着急，等你病好一些，我专门向你和济南的同志讲。哎，啊，师长，政委啊，你们来了就太好了，咱们幺二九师的主要领导都到齐了。我给你们说一说，陆中林到处网络人，扩充军队，还把旧部军阀石友三也请到河北，是想把我们八路军挤出济南。嗯，我今天就去会会陆中林。啊，好啊，我们是正义之师，有理有据，是他们不遵守诺言，背信弃义，自然理屈词穷啊。啊，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绝对不会屈服的，济南行政主任公署是人民选出来的，不是他陆中林说撤就撤，他能代表国民党反动政府，嗯，但代表不了济南的人民群众。今天来参加会议的都是我们幺二九师的骨干。什么是骨干啊？就是支撑我们站起来走路做事的骨头架子，没有这个骨头架子，我们就站不起来。今天把同志们召集起来，就是要向大家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和我参加这次会议的体会，给我们的骨干增加营养，使我们的骨头架子更加结实。这次会议开了40多天，内容非常丰富，会后就有同志说，这完全是一次新的遵义会议，可见评价之高。我也有同感。首先传达王稼祥同志带回的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同志的讲话，他确认了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同时也确认了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完全符合了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全党的心声和愿望，这也证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大家在这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大胆勇敢的工作。这次会议毛主席用15个月的抗战实践经验证明了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的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他有力地驳斥了速胜论和悲观论。毛主席分析得很透彻，可以这么说，毛主席在上面讲，我在下面听，我们太行山抗日的经历立刻就真切地浮现在我眼前。说实在话，可以这样讲，毛主席分析的抗日战争新阶段的每一种现象都是我们亲身经历和预见的。在回来的路上，陈赓同志跟我说，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送了他一本实践论的单行本，我就跟他说，毛主席非常强调实践第一，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这就是要求我们在斗争实践中总结经验。同志们，我们这里啊有个特点，那就是身处太行山腹地，经济底子薄，条件艰苦，但是我们这里也有优势，那就是群众基础好，人民心向抗日，意志坚定，不易动摇。只要我们教育他们，做好宣传，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解决他们的民生问题，他们就会相信我们共产党，拥护我们共产党，成为我们持久抗战的基石。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我们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他们的家园，为他们的劳动提供保障，使他们的劳动果实不轻易地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夺走，坚定他们中国必胜的信心，这才是我们长期抗战胜利的根本。刘师长，陆主席，哎呦，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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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李达参谋长，陆主席啊、哦，欢迎，你好。陆主席今非昔比，兵强马壮，八面威风啊！哎，陆某能走到今天，全仰仗刘将军的相助。既然来到了冀州，就在我这儿多歇息几日，让陆某报答相助之恩。来来来来，里边请。好，您请。刘师长远道而来啊，来来来，请，请请请，请坐请坐。陆主席，我今天是为缓和两党摩擦而来，特讨教其中的根由啊。哎呀，刘师长，实话说吧，有些事情我是知道，有些事情我是不知道，有些事情我是事后才知道，不知不为过。如果是你陆主席坚持制造冲突，其行为与汉奸无异啊。嘿呦，刘师长，此言差矣啊，汉奸这个词儿怕是不当吧。陆主席，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是两党共同制定的纲领，为了抗战不应该有你党我党之分，单为一己之力置抗日大局于不顾，发生争端，请陆主席转告你的属下，我八路军是专打鬼子的，如果有人执意制造冲突，我们会毫不客气地予以回击。哎呀，刘师长刘师长，言之有理啊。哈哈，放心，我一定告诉我的手下，绝不干对日寇有利、对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不利的事情，对129师的正规部队我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好了，二位，好了，二位，坐下说，坐下说。坐坐坐。我今天是奉八路军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的命令来拜访陆主席，希望
陆主席能兑现刚来河北时与我们八路军订立的协议。刘师长，你今天是来兴师问罪的，还是来商量事儿的？我是国民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我的行为怎么能受你们八路军所左右呢？你曾答应不取消八路军所成立的行政公署和各县县政府，不撤换八路军任命的各级政府的官员，你可还记得呀？你们济南的行政公署在日本人撤走之后是一片混乱，没有人管理，我不可能不换人。陆主席所言怕不是事实吧？刚才我来时接到报告，说你的部下胡和道带领部队包围了永年县城，提出撤换县长，驱逐八路军，并打死我政府官员多人，你怎么解释？对于摩擦问题，我们要有原则，要有底线，必要时要予以奋力还击。委员长，我这儿也有两份材料，请委员长仔细阅读一下。这是你们国民党秘密传达的，这恐怕更有说服力吧。您不用了解，这基层部队的伙食状况要比我们旅部强得多。你作为一旅之长，居然对这种饭菜你满足？